善恶的标准是什么？善恶的标准在哪位呢？就是这部经。这部经上所讲的，就是善恶标准。特别是十善啊，初黑入门太多了，我记不住。无从落手，所以佛甲咱讲呢，这个法门叫最初方便十条，心三靠四以三。噶这十条相应呢，这就是善法。噶这十条未相应，叫做恶法。心做杀盗淫，这是恶法。口呢，妄语两舌，二句啊，恶口啊，这都是恶法。意呢，贪嗔痴，这是恶法。四正群最初方便，都伫这个所在来用功夫。真正会用功啊！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用这个十条标准来修正。恶人呢，一定都爱啊断毒，以后未过再做。先呢，爱念念增长啊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